个和弦是 A 跟 D 咪，那它弹的位置呢是弹在第五弦，是弹空弦，弹 A 这个音，然后再来它的按照中指、食指，我自己就习惯用中指，就按在第四弦第十一个升 C 这个音。那你在刷这个的时候呢，除了这两条以外，其他的弦都要是被闷住的。那这边的做法是这样子，你用中指滑下来，从第四弦第十一格滑到第四弦第十二格，滑着半音。就这两个音，然后同时都要拨出第六弦第五弦，所以就是同时这样刷。那再来食指第二个和弦的话，是食指按在第四弦第三弦的第十格 F 这个音。这边的做法就比较难一点，大拇指要变成扣住上面两条弦，第六弦跟第五弦，就只有压在这边。是。